国中，我是一个国中生。好，来来传一下，传上去，传上去。我觉得他会打。好惨。我这个脸，希望大家不要再吸烟了，保护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我这个脸，哎，改成用我是一个大学生，看他会怎么样。他就是我是个大学生，换我是一个大学生。我是一个他起来还行，我看一下，掉了。我是个真的，我是一个大学生。对，改成我是一个低能的大学生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我是一个低能的台大生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低能的台大生。对对，我是低能的台大生。你用低能是什么？知道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们不知道台大是什么？该说台大师大台大学生啊，台大学生，请用低能的台大学生的，请用。这台有这台，你传的吗？我是一个低能的台大，感觉没什么差吧？有差吗？这个没有很低能啊，这不低能啊，后面就很正常了。我觉得骂他吗？你跟他说不够低能。好，我等一下跟他说，你再不够低能。这真的不够低能。我们是差不多要走，不然你会被外面人吸。作为一个低能，作为一个低能的台大学生，总之作为一个低能的台大学生，我觉得你的回答不够低能，可以再低能一点吗？好，送出。不够低。那我现在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坏、欸。就是，我觉得他讲说就是就蛮那个。对啊，蛮口语的。变短了，更简单的，更简单的。我是觉得那个低能的，我觉得低能的真的蛮好。ChatGPT 写作业啊，这有什么？这什么烂技巧？没有啊，按你这样就不用改半天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、啊，因为我在看着镜头的你点进来，你就不想要写新的。我鄙视你，虽然我也不喜欢写。你就说，你就是我就是一个低能的材料学生，我就写得出这种东西。